据香港中通社近日报道，香港研究协会当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持续发展经济评分为2.69分，录得0.12分升幅。相信受恢复与内地通关消息带动，市民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增加有关。香港研究协会于2023年1月3日至9日成功访问了1056名18岁以上市民，请受访者对特首、司局长及特区政府的满意度进行评分，5分为满分。特区政府的9项施政表现中，评分最高的继续是维护国家安全，为3.14分，4项调查皆位居榜首，其次为持续发展经济及增加土地房屋供应，同为2.69分。紧接着是扶贫安老助弱，为2.61分。9项施政表现评分中有7项录得上升，其中增加土地房屋供应是评分升幅最大的施政范畴，升0.16分，反映市民对政府近期推动的房屋政策观感改善。值得留意的是，持续发展经济评分录得0.12分的次高升幅，相信受恢复于内地通关消息带动，市民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增加有关。随着香港与内地恢复免隔离通关，香港研究协会负责人促请特首及各主要问责官员认真研究改善通关程序的措施，进一步有序恢复两地人员正常往来，推动香港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本地经济活动注入更强大的动力，改善市民生活，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及信任。